我附近有两个主打炒面。一个在北滨河那上，那里在这。这个瓜州路的一个名气大是吧？嗯，像人家都是连锁店，都是这样的。哦，是一个老板开的啊。对，人家连锁店。我们也是听别人说，嗯、我们去吃一吃。连锁店。连锁店啊。嗯，那的卫生这些啊，方面好。哦，环境好。对，环境好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大龙。吃了好几天的牛肉面，今天，据我的这个粉丝朋友说，这附近有一个炒面啊，叫周达炒面。我看这个附近评论也是特别特别好吃，我们今天来试一下，吃个炒面，看看我们天津的有啥区别没有。看一下人多不多，这环境还是挺好的。现在是下午的1:30。已经过了大多数人吃面的时节了，但是人还是挺多的。我来一个手工炒面线，再来一个茶，八宝茶，再来一杯八宝茶。在这喝的啊，在这喝的。314元，请出示付款码。一个八宝茶喝的。这啥东西啊？哦，这鸡蛋醪糟。哎呀，今天终于吃到大蒜了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大蒜，只炒面一个大蒜。要了一个八宝茶，这一个茶是18块钱。来看一下里面。这还给了一袋，这不知道啥东西啊，倒里面，不知道流程对不对啊，如果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还望大家多多指正。没吃过这么高档的炒面，炒面一个是16，这一碗茶是18，一壶水，然后再泡一会。哎呀，好甜啊。这喝法不知道对不对，是不是要端起来，是不是要喝的时候，是不知道是不是要把盖子揭开，我不揭开再喝两口。好紧张，要不要先剥蒜，这里吃蒜会不会被人骂。现在坐在这里等着炒面端过来就可以了，不用自己去端。这南州的朋友还是有吃蒜的嘛，我以为没吃蒜了。今天你看剥好蒜，我们把这个蒜皮要放在纸上面，千万不能放在桌子上面。哎呀，喝了3杯了，到现在还没上面比较慢，再来一杯，喝饱了。没有三号的，没有吗？终于到了，终于好了。这个应该是手工揪的，看起来不像机器的，应该是手工揪的，等了可能有30分钟。量确实不多，像在我们天使这一碗的话，应该就在12块钱左右。我们来尝一尝味道到底怎么样。先不倒醋啊，先尝一口。倒点醋，放上辣椒。量很少，这一碗是16，这一碗是18，总共34。端起来，
这个面片比较薄，煮的比较黏。我应该能吃上三碗左右就能吃饱。西葫芦、粉条，这个应该是红辣椒、六辣椒。还有肉，量比较少，面片比较薄，因为我比较喜欢稍微厚一点，煮的硬一点，这个比较绵。口味的话，说实话，我感觉一般。我们因为天水我吃过好多家炒面，味道比这个好的太多了。哎，吃不饱就喝饱吧。今天的天气真好哟，还有没有推荐的面食？大家推荐推荐。听这个吃过的人推荐说，这个铁桥旁边有一个麻子肉牛肉面，非常好吃。现在的牛肉面不咯，做的好的多的很。麻子肉是以前的吗？哦，它是它现在口感应该还好吧？啊，那是以前的老牌子了，现在嘛的磨沟盐肉啥肉的。蘑菇盐都吃过了。啊，金桥了啥了的。哦，现在过去他们应该两点左右就关门了是吧？啊，我们牛肉面吧，我们下午那基本上都被营业了吧。这要是我开个牛肉面馆，我要从早上一直干到晚上。不是啊，那个那就除非生意好的那就关得早，除卖不动的那就24小时的卖人的。哦，生意好的还关得早。那生意好的那就那些面那做的卖完了那再给去卖，卖不动的那个就一天。这想法怎么和我的相反呢？我觉得生意好就应该多开一些。不是，生意好的人那就得早上把卖的差不多，下午就该关门休息了。他们是按面。就生意不行的那些人就一直就熬着的。他们熬的是多少袋面还是营业额？多少袋面吧。哦，卖多少袋面粉？哎，对。那生意好的那一天卖着10袋面、8袋面的呢。那些面卖完嘛，那吃的活的那些面卖完了就关门了呗。这哪是个道教协会呀、啊？南州民族中学。嗯。哎，现在不知道走到哪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龙。最近啊，南州吃了好多家牛肉面，但是还是没吃对。经过我的深思熟虑啊，我决定，不再听网友说了，
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我爱怎么吃就怎么吃，是不是？听来听去，有些人说你不应该把鸡蛋直接咬着吃，你应该把鸡蛋从中间弄开，蛋黄吃了啊，然后用个蛋白当勺子舀汤喝啊，等等一系列的说法太多了，没法听啊。而且我发现这个兰州的面食啊不太合我的口味，每个地方的它面食它应该是本地人的口味比较符合一点。我今天再去吃一家朋友们推荐的啊，这是在哪里啊？哦，就在那里，不知道跑到哪里了。这里哇，这里好多面食啊，好多好多面食啊，应该就是这一家麻骨肉牛肉面。今天啥也不要，就要一碗牛肉面。来一个二细面大鲜，三个三，三个一。这是面大蟹，这是我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对，二细的啊。一碗牛肉面就好了。今天我就要先倒醋，我就要先倒醋。怎么了？我还要搅拌搅拌。嗯，这个牛肉面味道感觉像我20年前吃过的牛肉面。今天我不要鸡蛋也不要肉，怎么了？嗯，味道确实还可以。我感觉面大面小一个样啊，因为刚才我看到有旁边有人没说加面，它也是这么多。这个面就是比较烫，所以说吃不了那么快。面条非常劲道，辣椒比较香，不辣。上次吃的那个辣椒面，那个辣椒牛肉面太辣了，辣两头啊，我晚上饭都没吃。这个地方听说有一个兰州地标性的建筑，我们吃完饭以后过去看一看。这汤喝完会不会被别人嘲笑啊？我看别人都剩一点汤，喝完再说。看到没有，朋友们，这就是我们兰州穿城而过的黄河，看到没有，还有游艇。今天是周末，人还挺多的。这个季节的黄河就是水流比较平坦，比较清澈，
到夏天汛期的话就这个河就会被变得比较宽。到码头了，京城老码头，好大的一艘船呀，好快的一艘船呀。在我们的左边就是百年中山桥。好多人啊，今天实在是天气太好了，桥上我就不去了，因为人多的地方我感觉有点害怕。附近还有什么好吃的，大家赶紧推荐给我啊，我下次去吃。再见。好了，坐啊！神秘的甜杏花神灵，闺女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龙，回天水了。前一段时间一直在兰州，吃了好多家兰州的面啊，包括这个炒面。炒面我觉得确实量少，价格又比较高。今天的话就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天水的炒面，我们去吃一吃，看一下我们天水的炒面它到底好不好。现在是早上的10点钟，我们就挑个吃饭人不多的时间去吃。中午的话，好多人下班以后啊，他吃饭的地方特别挤。今天拖家带口的，带着小朋友，因为最近不是又感冒的人多吗？他也感冒了，请了几天假，今天没去。我们天水的这个面馆里面蒜都是免费的，这个几皮大蒜，刚剥的新蒜。炒面好了，13块钱一碗。你看这碗炒面，它最起码它碗是满的了，对不对？它没有说放个，来倒上醋，放上辣椒。搅拌搅拌，看一下这一碗有没有食欲啊？吃起来。这是手工揪的面，来个蒜，刚炒的有点烫，吃慢一点，这一碗量太大了。还有肉，大蒜，哎呀，太美了。你觉得这一碗，这一碗好还是，兰州的好？兰州这一碗，我中间不停动我就吃完了。这一碗我中间还要歇一歇。
因为确实比较多，你看木耳、辣椒、粉条、蒜苔、胡萝卜、包菜啊，反正能看到就是这些菜，还有肉啊，还有肉，啊肉还是比较大的。今天还找了一个帮手啊，让他吃一只。你要喜欢吃面片的呀，你在看就是舔碎的吃吧。你要学兰州的呀，来吃面片。必须走起来。马上吃完了，哎呀，这一碗真的是。吃到底多呀？够了吧？你这要钱了？哦，这怎么吃啊？大龙的探店视频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我现在要回家种地去了。一年之计在于春啊，地里面的农活开始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龙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在兰州。前两天发出了两个吃牛肉面的视频，反响非常的强烈。有好多朋友教我如何吃牛肉面，说我不会吃牛肉面，牛肉面不能先倒醋啊，应该先吃面，不要搅，先吃面，把面吃完到最后喝汤的时候再倒醋。有些朋友说我的素质特别低，吃牛肉面的时候把鸡蛋壳拨在了桌子上，没有拨在盘里面。还有人说我们这个说出来的牛肉面一天赚12万，是吹牛。因为这个赚12万是我从当地的一个司机嘴里面听到的，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赚这么多钱，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说一说。为了我们回天水离开兰州的时候没有遗憾，所以说我今天再次决定又去吃一碗牛肉面。我们根据网友的这个建议，把这一整套流程吃的比较完美。今天剥鸡蛋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鸡蛋壳剥到盘子里面，吃牛肉面绝对不要倒醋。一起来看一看啊，今天也是朋友给我推荐了一家非常非常好吃，排名前几位的牛肉面。走起。我现在步行过去，前面就是我们兰州的地标型的建筑，兰州中心。听广大的网友说，这边有一家，还有一家特别特别好吃牛肉面。哎呀，今天必须要去吃一吃，因为我吃牛肉面也不敢说无数次，反正也好多次了。居然这个吃牛肉面的流程啊，这个面，这个搞得现在处处都是醋。我一定要在兰州把这个去怎么吃牛肉面一定要学会。看到了，哇，这里人还多呀，各位朋友们，你看这门口，现在是上午的10:40，这边人就这么多。点心就这么。8元，龙皮肤10块，8元，8块，牛肉面还是8块，现在还没到饭点。但是对于好多兰州人来说的话，牛肉面是当早餐来吃，早上起来了要吃一碗。现在是上午的不到11点，已经排队的人比较多了。龙皮肤10块，40元。你看他的小票有多少？薄薄的一张 A4 纸，现在已经落了这么多。现在这才是早上，还没有到吃饭的中午和晚上的高峰。你说他赚不赚钱？
这还只是面条，还有牛肉、鸡蛋、小菜，都没有三点类。我的辣子多一点啊。这就是辣子王牛肉面，这是10块钱的肉，10块钱一份。这个肉是疙瘩，不是薄片。鸡蛋、牛肉面，这个就是网友推荐的马鞍军辣子王牛肉面。这个牛肉面和其他两个牛肉面吃过的牛肉面有点不同的是，它没有，它这个面条上面不会有那种牛肉粒。因为其他两家的话，都包括我们天水好多家，它的牛肉面上面会咬上几颗3-5颗那么牛肉小粒，这个是没有的，我还专门问了，没有的。然后我们今天不倒醋，这是10块钱的牛肉，看到没有？它的牛肉是这样的，比较大的颗粒，它不是薄片，我这一口都没吃，就这么一点，10块钱，鸡蛋2块钱，一碗面8块，辣子王牛肉面，要的也是二细。哎呀，这个面有点烫。来，今天不倒醋，先吃起来。这个辣椒确实比较香，而且这个辣椒有点辣，感觉入口的时候。今天吃面这个流程没问题吧，各位朋友们？这真的是，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，把鸡蛋壳一定要拨到这个盘子里面，辣椒放进去，20块钱的一碗面，走起！现在这个每一个桌子上都有顾客。这个面条的量感觉比较多，我没有说加面，其他两家牛肉面我吃上大口，吃上3到4口，基本上面条就已经见底了。你看这个牛肉面我吃了4-5口了，还是比较多，量比较多。哇，好辣，好辣。其他两家牛肉面吃下去，吃到最后都感觉不到有多辣。这个辣椒面，这个牛肉面确实比较辣。过瘾。好，倒醋环节到了。这流程没错吧？还希望各位网友帮我指正啊，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吃的不好的地方，吃的不对的地方。哎呀，果然味道不一样。觉得今天吃的怎么样？流程各方面有哪里不对的啊？及时给我指正。然后有附近啊，不是说附近啊，兰州区域内还有没有
我吃除了我吃的这几家牛肉面以外，好吃的牛肉面，希望推荐给我，包括面都可以，面食、面片都可以啊。哇，这个辣椒好过瘾啊，各位朋友们，最后说一句，如果你第一次吃这个牛肉面的话，辣椒少放一点啊。像大龙这样的吃辣的、吃辣特别厉害的人，我都感觉吃完这个面以后啊，因为我早上没吃东西啊，这个肚子里面感觉火辣辣的，烧得慌，特别辣。我这一下要的太多了，辣椒，赶紧喝瓶水啊！再见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非职业探店主播大龙，今天又来到兰州吃牛肉面了啊。昨天就来了啊，不是今天又来了。昨天听那个司机师傅给我们推荐了一家牛肉面啊，一年能赚4000万毛利润，有个老板给他给了500万加盟，他也没有干啊。据说这个牛肉面每天排队的人特别特别多，那到底怎么样，我们今天去吃一吃。就在七里河的这个吴穆乐恒辉牛肉面，走进去。现在临近中午啊，这个吃面的人挺多的。昨天有个主播拍视频，还说出啊，这个兰州的分支啊，真的是孤陋寡闻啊！在这里，我要提出强烈的批评，强烈的批评。啊，黄河是没有分支的，希望这样的主播以后啊，加强文化学习，不要再出来丢人了。过来一份牛肉，一份牛肉，来一份肉。迫于这个舆论的压力啊，今天不点一份肉是不行了，所以说今天必须要加一个肉，加一个蛋。这个肉是按两称的，一两9块钱。哦，一两10块钱。哎，我的一两呢？哦，我以为那个是我的一两啊，真的是，啊，一两肉，走。哎，几摊子咋的呀？来一颗鸡蛋，一颗面。那我们弄肥一点的。走，吃完了。一半一半，好吃不知道好。来看一下他的这个他的辣椒看着非常的鲜艳啊。那个鸡的也一个放了，这个一点点辣椒。认真。对对对，也是辣椒。33系，两个二系。33系，两个二系。33系，两个二系。啥都要吗？啥都要。看这熟练的动作。30啊。这碗牛肉面就好了，我还没吃，我感觉比昨天的那个辣椒要颜色要红一点，辣椒颜色要红一点啊！今天迫于舆论的巨大压力，大龙点了一份肉，但是一两肉10块钱，就是一颗鸡蛋啊！舆论压力太大了，这真的是没办法。我本来就不想吃，不想点肉，不想点肉。咱们搅拌。这是二系，牛肉面分二系、三系、四系，没有四系啊，毛系，这个大宽九叶啊，等等。一天卖12万就不卖了，每天的2到3点就这里就不营业了。这个牛肉面啊，还没吃之前我就闻着，就看着这个辣椒，闻着这个辣椒，比昨天那个辣椒要好一些。其他的我尝一下。二十块钱，确实
吃辣椒要比昨天的香。面条非常劲道，汤感觉和昨天的味道也有点不同。这主要是个辣椒，因为我是辣椒专业毕业的，所以说这个辣椒好与坏，第一眼能看出来，能品尝出来。肉蛋双飞，10块加8块加2块20元，这碗面。今天忘记说面大些了，因为在我们天水面大面小它是一样的。吃完了，吃了一头大汗啊！中午吃面的人特别多，这个面特别烫。总体感觉啊，今天的这个牛肉面更适合我的口味，因为它从这个上面我就闻到这个辣椒的味道比较浓烈啊，辣椒比较香，不管是颜色还是这个辣椒的香味，我感觉更好一些。面条的劲道程度，这个面条说实话都差不多，大同小异。这两天有昨天发出来视频啊，有朋友跟我说，兰州牛肉面没有不好吃的啊，这就看每个人的口感怎么样。有些人说这一家好吃，有些人说那一家好吃，我觉得说的是没错的，因为众口难调。像我的话，我就喜欢比较吃啊、面条硬一点，劲道一点，然后这个辣椒吃起来香一点，辣一点，像这种。总之啊，排名第一果然名不虚传，明天我们继续再吃一吃。